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于相，则法体清净。平心而论，明日我就回三顾城了。那你一路上小心。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舍利？舍利？傻孩子，你早该回家去了。剩下的路倒也不是你一个人走。落叶归根。我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了。翠江更戈壁，处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鸿鹄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名的错纵不屈，破天机渐渐此刻谜题，青罗穿锦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定西高歌心万里，少年梦平常心镌刻年轮，年华会赠予伤痕，看闯荡才算人生，狂存剑冷峭激昂青春，擦拭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程。你一个雪月城弟子，要当众和佛门圣宗对抗吗？没事儿，这不是还没入门吗？而且我看大师兄还没到，等他到了，我立马跑不就是了？这可是本相罗汉阵，九龙寺的阵四神通，难破得很。好不好破，试过了就知道了。是哪位施主？雪落山庄副庄主萧无色。滚！
不知施主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大师才对。施主好机锋。什么机锋不机锋的，听不懂还是打吧。你觉得这小憨货能破几个罗汉？大概一个都破不了。这么没信心吗？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啊，一个都打不过岂不是太丢人了？本相罗汉阵结阵之时，七人便如一人，一人便如七人。雷萧瑟此时能不落下风，只因本相罗汉阵尚只结了形，还未结意。看来对手还未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大罗汉拳，可莫小看贫僧了。大怀入阵。连知道的人都少有，可怎么我看人人都知道啊？雷门之中也有老衲的几位故友，施主是雷门弟子？什么雷门？我说了，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无杰是也。可施主刚刚说自己叫萧无色，怎么转瞬间又改名了呢？一时说错罢了。那施主到底叫什么？给我听好了，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萧无心。要不你还是把他拉回来吧。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。有理。施主要不再想想。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杰前来拜会九龙寺本相罗汉阵，请指教。老衲来借你的拳。等等，这是他不可多得的机遇，不妨多看一会儿。这位不知是无心还是无节的施主，可还有后招啊？
施主好功夫啊。和尚，一直这么笑着，你不累吗？施主累了。我。施主累了，既然累了，就坐下。施主好气，那就不妨谢你三尺。谢你三尺，嘿。无心，寒水寺无心前来破阵。刚刚我差点死了。死得不能再死了。大觉师父，无心师侄，许久不见。都说了许久不见，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你的这位师侄呢？本相罗汉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也是笑的。累也不累，不，你累了。师侄何出此言呢？刚刚一战你已受伤，所以破这第一阵我寻你。无心先破一阵，固然占了先机，但是金刚降魔杵、大如来意、拈花指、金刚钵、乾坤不逮钵，来得好。找到积木，可以想引我入魔吗？拈花指，他们被这天魔舞给困住了。
看来这九龙寺的和尚武功的确不怎么样。就这不怎么样的和尚刚刚差点杀了我。无心用的严格来说并不是武功，而是秘术，不能相提并论。而且这本相罗汉阵也还没破。所有和尚都出手了，这个倒似乎很淡然。他是大觉禅师，九龙寺的住持，那个无禅的武学师父，光是那无禅的金刚伏魔神通就已经强过这六个老和尚了。这个大觉怕是不简单。大觉师父，你再不争我，你的师弟们可要死了。你又何必逼老呢？大觉师父，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觉得你这些师弟们还能撑一炷香的时间？老和尚早就说过，幕后爆料、神秘设定、高清壁纸等独家福利都在官方微信里。这是施主的福利，施主扫码关注即可领取。无双呀无双，御剑怎么非动一时，可一骑马一坐车就晕。我无双成他百年基业呀。大胆邪魔，是诸位大师失了佛心。这是什么武功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动不动就说别人是魔，大师想必也是亲身经历过魔教动政。魔教不是我们的敌人吗？糊涂的娃娃，你啊，那便收了你的魔种。